哎呦，你怎安尼就出来啦？啊，我就无啥会当换啊，那无你把你的衬衫脱落来我穿。哇！我的衫穿大领啊，你袂当穿啦。啊，我去买一束新的给你。哎，不用去。我想着头先的状况哦，也是感觉足恐怖的。你袂当帮我一个人。你是在创啥？你啊，给我穿。咩啊，你啦。歹势，警察林警，麻烦配合一下，提出证件。林警，歹势，出来出来。哎，公平。主宰，啊，你不是跟我讲你伫咧咖啡厅？我，雪莉。等。但是不是你看安尼啊？你莫误会啊！伊衫拢穿甲安尼啊，佮下尾讲是误会。我知影即马即个情形哦，看起来吼，迄个刚刚有点硬拗啦。啊，不过吼，真正不是你想安尼啊。事实就是哦，雪莉家己从垃圾啦，啊，伊讲哦，规身躯红气气，而且垃圾无爽快，所以我才会找来遮洗身躯。红气气，啊，恁两个做伙洗身躯哦？无啦，伊说我无说啦。你干嘛听我讲话啊？主宰，咱往后讲。耶。你继续去搜查。是。帮主宰。等下。我看你眼神就知哦。你搁咧误会啦！就算是误会，敢讲你着对雪莉无一点仔私心吗？那安尼是安怎？你不时着对伫雪莉身躯边啊？迄是因为雪莉投资的厝有闹鬼的问题，我伫伊身躯边是要保护伊，你莫想遮尼济啦。那安尼，你敢就抓？你真正无介意雪莉？我知影你的意思啊。嗯，不是啦，我就要想清楚，安怎给你解释啦。你无需要这么为难啦，就算咱是情敌，嘛会当是好朋友啊。你若是真正介意雪莉，就应该坦白讲，因为兄弟爬山，各自努力嘛。我无需要你安尼退让啦。什么退让啊？我是想要成全，因为我感觉你比我更加适合雪莉啦。我感情的代志哦，无需要你成全呐。你拄只讲话的意思，就是无把我放伫眼内。你认为我无资格做你的对手，对无？啊，你后悔哦？公平呐，你若把我的话哦想甲变甲安尼啦。好啊，我办公室个代志也无用，雪莉就麻烦你送倒去啊。我希望咱以后会当公平竞争。喂，公平，公平。我会干那些。